来给你一碗哈，哎，我们今天两位就来辛苦做过师傅，今晚秘密可快料理，不要有人算领导，咱就做传播。顺便我们的一连串精彩工作节目，下午我们来宾度过一个轻松晚间时刻，感谢各位听众，请刚才在我了，感谢谢谢啊。好，这么的小白介绍，新的朋友就上哦，来安排起来，李十八的哈，哎，我们的玄学，福建国的龙柱回头共同享。